原标题：蒋介石的外遇，宋美龄仅八字与一件东西将其逼走。我国的历史文化悠久流长，封建帝制更是存在了上千年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很多的英雄人物涌现出来。后来我国经历了十几年的混战，这个时期存在几个不同的立场，很多的人为了自己的权力与地位，会牺牲自己的感情，选择联姻的方式扩张自己。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，对于这两个人的说法有很多种，有的觉得这完全是一场政治婚姻，有的人说他们有爱情，并且十分的般配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其实不得不说，宋美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子，并且长得也是非常的好看，还有很出色的外交才能。不得不说，这个人不仅仅是个富家小姐，是一个对于蒋介石的政治上非常有帮助的角色。甚至蒋介石都评价说，自己的夫人抵过了20个军师。但是有人说，蒋介石这一辈子最爱的女人另有其人，就是陈洁如。他们结婚7年的时候，宋美龄出现了，为了蒋介石更好的发展，就将这个人逼走他乡。即便蒋宋爱情存在，但是时间久了总还是有欲望的，毕竟有权有势。这时戴笠看透了他的想法，于是就给他介绍了一个来到他身边做秘书。但是宋也不是吃素的，很快的就感知到了他们的预谋。就这样，他找见了这个女孩，说了8个字：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？意思就是警告他，你们既然要的不一样，怎么会长久？并给了他50万的支票。就这样，蒋介石的美好幻想破灭了。这一招后来被广大的富婆模仿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Thank you.